第一次做妈妈真系唔容易。其实照顾可以好容易，爱锡可以好容易。用 Ddrops 婴儿维他命 D 滴剂都一样容易，只需喺喂食 BB 时加一滴，佢冇味道，所以唔会影响喂部。儿科医生建议喂食母乳嘅婴儿应每日摄取维他命 D。Baby Ddrops。